今天是我要回香港的日子，这是我今天第一个 meeting。 OK， 真的需要赶快进去。好，我忘记团会，真的有说他跟我说我有欢迎来到 StealthTalk。 好，今天是我要回香港的日子，然后我现在东西完全是一团混乱。我也是一团混乱，我在一团混乱。你也一团混乱是不是？我也一团混乱，我乱一团混，我混一团乱。这是他最近新的嗜好。我一混乱团。虽然我没有认真的介绍过Ian的房间，但是他的房间有一个这个吊床，他呢要先这样子，你要有点力气才可以上得去。加油！哇 ，nice， 成功，真的很舒服哎。哦，不错嘛。上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窗户，所以早上的时候外面有时候会看到鸟飞过去。你就想象你就躺在这边，然后做日光浴这样，然后要下来又是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了。加油！好了。好的，整理完毕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了。希望 Cynthia 再继续录，可能就 出不了门了。我妈先去吃 In and Out， 然后再离开这个地方。Say bye bye。 我今天总共有两大箱的行李，加一个小的。你喜欢哪一个 fry？ Extra well。 Extra well done 跟一般。你知道日本卖的那种薯条的 cookies 吗？哦，是吗？哦，一般的。我喜欢一般的。现在在机场，然后刚刚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才做完那个 ticketing， 那边好像有一个很长的那个 checklist， 然后我们刚刚旁边有两个人，他们的 PCR 提早了12个小时，做，所以他们现在就上不了飞机了。但他们碰到我们那时候的问题就是他们礼拜六一定是要礼拜六做嘛，嗯，因为礼拜天做的话三天就太晚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礼拜天做，礼拜一才会送，所以礼拜三才会拿到人送。嗯，我这次遇到的问题也是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班机是星期二，所以你提前三天的话，其实就是要星期天做。对。但是星期天他们又那个放假，对，他们放假，所以就变成你星期天做的话，就会赶不上星期二的班机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放弃了我本来的 appointment， 然后去做了一个 rapid test， 虽然就是花比较多钱。你说他们是刚碰到这个问题吗？他们可能就想说三天嘛，礼拜天不算，所以他们礼拜六做，那就差12个小时。大家如果要 travel 的话，总之就是要算好自己的时间，然后避免星期二出国。对啊，你那时候不是打给那个 cafe 的 help desk， 结果说不知道 PCR 可不可以，但 RT-PCR 一定可以。那啊，那一下已经拿到我的票了，因为刚说完就把我的资料给拿走，全部丢掉，然后我就走不了了。现在还可以啊。时间是9:35，然后我10:15就要 boarding 了，游戏准备要进去了。哦，你还没过海关？对，我还没过海关，我现在可能要赶快准备进去。加油！好了，不要录了。Okay, 真的需要赶快进去。好，我真的要赶快进去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刚买了一杯咖啡。
因为今天有些工作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会发生的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已经先 arrange 了，就有哪些请同事帮我 cover 掉。那我现在要再确认我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，然后要先跟他们说，哦，我今天会不在哦，这样子。另外这个是像一个定去拍太古城的时候 ，supposedly 还有一个 IG story， 但是香港上没有拍到。确定，但是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这边等到我们刚刚做的 COVID test 的结果出来，然后没有问题之后才可以离开。终于抵达我的隔离酒店了。然后我刚一来就直接先去洗了一个澡，所以我现在其实很狼狈。刚刚在机场大概停了有4.5小时吧，然后才来到酒店。所以其实从我下飞机到我真正抵达酒店，中间经过了5小时。那在跟大家聊更多之前，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要住21天的房间。最近的 vlog 就是充满着 room tour。大门进来往右边看，就是有一个小小开放式的衣架，然后我已经有先把几件衣服给挂上去了。旁边就是一个小小的 pantry， 就有热水壶啊，还有一些冲泡式的饮品。这边呢就是浴室，虽然它不算太大，但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它是最近刚整修完，就是一个明亮然后干净的厕所。这次洗澡的地方是一个淋浴间，另外这边有一些洗衣巾啊，或是洗碗巾等等，就是如果有需要清洁的话可以用，因为毕竟要在这里21天，所以有些要清洗的东西还是要自己来。再走进来，这边就是这次的房间，然后它是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区域，我打算把它拿来当办公桌。这次特别有跟酒店就是 request 说，希望我的窗户是可以面对一个比较大、比较明亮的地方，所以我这次。这次的景呢，虽然看出去也不是到真的那么的，其实这一大片都还是住宅啦，然后那边才是真正的街区。以上就是我要待21天的地方。Wish me luck。刚讲完，我今天的餐就送来了，快要2点了，我快饿死了。顺便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知道可能会有人问，我这一次住的是在尖沙咀的 Holiday Inn， 那其实它不是我。选酒店的时候的第一选择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基本上算是我唯一的选择，因为香港的酒店实在是太full了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变成要隔离21天，就变成你要找到连续21天都是空房的那个档期非常之困难。虽然他有一点小小超出我的预算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只是一心就是能够回到香港，我就已经很感恩了。在入住之前呢，你可以直接先预选好你这21天要吃的所有的餐点，就是早中晚餐都可以选。所以我已经先线上都预定好我要吃什么了，希望他们的食物是好吃的。哦 ，OK， 还行，可接受，希望以后可以继续保持。
说今天第一个 meeting。我唔系先点啊？哎，哦，太棒了 ！Oh my god， 超大的 family size。Good morning， 其实不是 Good morning 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。我今天大大的睡过头，我今天睡到11点半才惊醒。然后我今天也没有怎么拍，就是我吃了什么东西，因为我老实说，我觉得真的不怎么好吃。啊，那我今天已经喝了第二杯的即冲式咖啡，但是因为它真的也不怎么好喝。我发现呢，如果我叫外卖的话，为了要达到它就是寄送的那个门槛，然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发现实在那个成本太高了，我就每天要花100多块在咖啡上面，我觉得真的太贵了。所以我现在准备上 Panda Mart 去买一些东西，这个也是我最近才发现，就是哦，原来还蛮方便的一个 app 这样，我之前都没有在上面买过任何的杂货。Nescafe 可以哦？怎么了 ？Hello， 嗨，我公公买公的火火。I'm Maggie, so I will be calling you throughout your stay. We have given you a welcome kit. Do you have it with you? I think so. Yeah. Yeah, it's an A4 paper.好了，我要准备回去工作了。这个是我今天的 quarantine fashion， 一件 sweatshirt， 还有一个睡裤。来开箱一下我在那个 Panda Mart 上面买的，白咖啡 Goldfish， 一罐济州岛的啤酒。4罐 Height， 怎么都是酒，还有一罐 Riesling。 然后因为我忘记把我的洗面乳带回来了，所以买了一个洗面泡泡。我妈看到现在一定会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妈妈不用担心，我会在这边21天。我今天买了，我会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摄取量的。现在先拿去冰起来。Good morning， 看我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，然后 I had a very very long day， 就是我回台湾跟去美国加加减减也快要3个月吧。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一个月，虽然说我还是有在工作，可是我的心态上面，我一直是给自己一种我要认真放假，我要认真放假的这种感觉。其实我在回香港的飞机上面就已经有小小的下一个决心，说我回到香港我就要真的重新振作，然后重新上工作的轨道这样子。所以但虽然今天有点小睡过头，但我认真就是从早然后一直到刚刚都没有停过。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拖延症还蛮严重的人，我刚刚就是 push 自己把有2个我本来打算移到明天或下礼拜一才做的事情，就一次把它做完了。因为它其实没有很严重，就只是 it needs to be done， 给自己拍拍手。这也造就了我现在非常之疲累。Anyway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， 欢迎来到 X 调查。今天给大家讲一起发生在印度的离奇案件。阿鲁什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仅供他一人之撑。平时他就住在主人家。阿鲁什一家住。